你去试坐，去试坐。那么一套贵公司来，咱去坐了后，我听伊讲到足好个，一套几啊十万，咱阿买转来。啊，买转来了后，咱也拢无家己，来放咱爸伊脚。安尼，你个身体敢会好？袂好哦。你迄套几十万够无？无落去。今日倒嘛是共款。江苏甲咱讲到点个输。哦，过去的师傅甲咱讲到遮尔啊尔多，都是遮尔啊尔好，咱听听的嘛是感觉足好。啊，转去我来甲咱去变变看，安尼，咱敢会当了解着道义的尊贵，咱敢会当体验着啥物叫做道真、理真、天命真，咱体验袂着。那么其实道真、理真、天命真，这是非常的事实，包括讲佛陀的显化话啦。因為你無行這台佛堂修辦道的話，咱要講會當了解到成佛的因緣，要會當了解什麼叫做道真、理真、天命真，會有困難。就像一句這比喻的，健康器材你要把它用下去了，才知道這套是好還是壞。哦，那麼講到說成佛因緣，有的人會感覺說，欸，修這麼久都沒看到成佛的因緣，咱有看到成佛因緣嗎？哦，咱有看到吼，啊，走出来，有走出来，咱有看到对一尊走出来的迄个，完胜帝君，哦，爱咱的地基做。啊，对，护法神，护法神哦，哦，爱咱真地基真好，但护法吼，若看到，我可能惊啦，哦，但是真正讲的，先佛的显化，护法嘛亲身的体验。佛法无啊，无佛法无迄个经验，很好看。但是佛法有一个亲身的体验，不是。佛法简单讲一下吼，就是咱中医的佛堂，拄只有讲到中医的佛堂，咱各单位嘛拢有咧建设佛堂。咱核心嘛，佛法嘛了解，咱核心嘛是准备已经要建设佛堂，嘛无犯了真多。那么咱知影讲咱中医的佛堂，咱迄个所在真正讲。不是佛法，家己讲到卖瓜啦。尽所有的佛堂啦吼，咱地点真正讲，咱中阴的佛堂是上好，参咱进这个所在同款。咱的佛堂外口出去就是万平公园，啊，而且是市中心近学校近菜市场吼，即老菩萨脚踏车拍来就会到，所在地点足好，啊，相对的钱嘛足多。地皮买钱嘛足侪，那么咱看到迄块地，看到迄块地了后，就讲这地一定爱买，这地若无买，后日一定后悔，啊，就真正去甲标咧，标起1700几万买甲手底嘛，敢若标迄块地啦吼，模范所接来的就搁欠人500万，敢若买地买就欠人500万，啊，地买完了后，成立这个条件委员会，啊，就请。这老菩萨叫来开会，这老菩萨拢讲啊，干那买地就欠人500万，搁要起，要用啥物来来起呀？有了大个，搁有了欠，有了业来，若有吼，差较少个，较来起，上多嘛爱先500万平屋啊。讲安尼嘛是对嘛吼，啊但是嘞，咱前日着马上咱点个收藏毛啊，讲安尼是对啦，啊但是大多安尼，唔知要欠哪人钱啊？哦，啊！而且啊，搁有一下吼，啊，今日甲前日报告讲，即老菩萨的年纪遐大，虽然讲伊退出来钱无偌济，但是有人写伊的心愿，就是早日看到中阴的佛堂落成。啊，伊的年纪遐大，变到较当时，咱钱较欠袂好啦。啊，前日就准备讲，啊，无安尼啊，赶快叫单位，啊，准备去吼，去找几个啊。沟通看卖，看会当厝面先摕出来后边，甲无够钱的时阵哦，摕出来贷款。啊，好啊，就无人去沟通咯，但是哦，无人无去遐去沟通个。但是先要做准备个，当刚起落去了后，到六千万，到现在，咱来拢总开3000几万，安尼拢欠完，嘛拢无欠着。到尾啊，嘛拢无摕到送的厝摕去怎样？哦吼，啊，真安尼甲想，嘛是做不可思议的。到底钱的机关，啊，都
你用得有理。哦，所以讲这拢是生活的一种的变化。那包括讲上阶段就是讲，你当下咱落雪，咱气候，咱中央的运动要复课的时阵，要申请迄个执照。在复课的当中，拖八公外月，脚安那就是袂落来，脚安那检查就是检查袂落来。伊所调建设课，伊所把咱调就是调讲，咱的关系差伊的路面有一点仔小块无同。啊，这小块无同，建筑师一直沟通伊讲，以前的经验就是用这个主干块，搁甲送入去，安尼改变，赶快就好啊。但是呢，建设课就是坚持就是唔就是，叫你就是爱定位度，搁定申请，搁定验收，安尼较袂容易。当然，咱啊，这个过程安尼来甲做落来就袂使。但是这个过程搁甲做落来，上紧算算的搁爱做一单，啊，搁一单，即个老婆才简单会定，嘛简单会定。好，啊，搁甲前天报告讲，讲前天啊，啊，咱参副前参与个副市长。都往那江西，往那靠的国家，请助理一个，真正就真正靠副市长讲。啊，副市长听听来讲，哎呀，你唔免遐麻烦啊，你都照人讲的，去登山兼登山，清清清的后日就出来啊。啊，无要甲咱斗相共，真正就听听啊。啊，咱若无爱，咱若讲无法度，有滴做，我紧来叫伊部建筑师吼，我紧到电话同啦。啊，无法度，就往那安尼，但是无法做唔到我咧。哦，啊，真正讲个工作唔同个呢，去硬个，哦，啊，就是咱个唔同个，就甲咱老师讲，就甲咱老师讲，老师啊，啊，你拢讲，老师是多语上介好个课山，你若有啥物问题，拢来甲老师讲，老师就会甲你解决。咱咧想啥，老师拢听会着。那么，我啊，个安尼讲，老师讲，讲老师，你倒是搁要好好啊？真正肯定讲，你有听到讲，你听到